喂，哇，小哥好刺哥，激啊！晚上好。啊，晚上好。就是，恭喜你啊，竟然在前面3个妹子的这个人数下，竟然出现了唯一一个小哥哥。就作为唯一一个小哥哥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自信到爆炸。开心到爆炸。那这个。是的。那你获得了我的微信之后呢，一定不要告诉别人哟。然后你以后有什么私事儿啊，对吧？然后生活里发生了一些事要和我分享的，可以随时在这个微信上找我，好不好？必须打！嗯，好，那最后祝你新年快乐呀，加油。新年快乐！嗯，那我先挂了哈。你有什么想和我说的吗？我爱你。我也爱你，么么哒，嗯。